接下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目为《狮子会会歌》，我获得狮子精神，由建国狮子会会长卓日方会长以及1617会长同学上台演唱，交响乐团伴奏。欢迎卓会长以及1617会长同学们上台。我们邀请我们狮子会的师兄师姐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请起立，谢谢你们的合作，谢谢。我们狮子会的师兄师姐请起立。会唱的人我们一起合唱狮子会会歌。我看上台来好了吧 ？OK 的，上去了。好，您准备好了吗 ？OK。会长们，请大声唱啊！Thank you.